哎呦，游戏王开坑啦，首次玩啦。开始，请把对手的 life point LP 清零。我卡西诺塔曼德斯，走路。啊！抽到怪兽卡啦！快把怪兽召唤出来吧！这只怪兽我没看过嘞，第一次看你。详情：战士族，召唤位置，千把攻击力，召唤一回合只可以召唤一次。进入战斗回合，进行攻击吧。哦，点这里哦，喂 ，battle， 快使用你的怪兽攻击看看吧！哎呦呦，要点两次哦！攻击对象扣300，哦 ，nice， 就是这样，比对手怪兽攻击力高出来的部分就会成为对方的 life point 伤害。好啦，没事干啦 ，end 摊子。召唤怪兽呀！哇，1800，要同归于尽吗？躲了！喂 ，nice cut！ 哎呀，抽到魔法卡啦！快使用魔法卡发动下看看吧！马后卡多沃哈兹多！哎呀呀，手残，再点一次。魔法卡呢，主要是在自己的回合才能使用。快进入战斗阶段攻击看看吧 ！battle 喽！对手场上没有怪兽的情况下，就可以直接攻击对手的 LP life point。高歌吧 ，direct attack！对手的 LP 清零啦！真是的，把我当新手，又要再进行第二个训练了吗？哎呀，好多卡啊！飞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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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进入卡牌的世界吧。好多新卡我都没看过啊！一来就使用陷阱卡看看吧，赶快把陷阱卡覆盖在场上吧。瓦纳卡多塞多，先看看详情，哎，随便看一看，随便放。哎呀呀呀呀呀！覆盖在场上的陷阱卡，在下一个回合就能使用啦。召唤怪兽。1600攻击力，回合结束。
哇，千金啊，发动陷阱卡。话说我没看过这张陷阱卡的效果耶，原来是增加攻击的。一决定，攻击力高出100，反弹 ，nice， 瓦塔西诺坦的。什么怪兽卡这场是呀、又是我没见过的，有些特别的卡在墓地中也能发挥效果，现在就把墓地中那张陷阱卡的效果发动看看吧。酷卡哈兹多，先让我读一读这是什么。陷阱卡除外，增加攻击力。再召唤一只怪兽吧。哇哦，攻击力也是增加，太强啦！进行攻击吧，巴托罗！停！攻吧，不用看啊，攻啊！大力打他个！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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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炸他！呜 ！Victory！ 就说别把我当新手啦！哎呀！什么卡？ゴールド。Last practice. Go go go. 这穿越的时间真的是啊！好多卡呀、有没有我熟悉的？看到一张我熟悉的，暴风，两张暴风，决斗开始！基本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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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本来那都不是新手。要靠自己才能胜利这一场，这一场决斗。喂，好啊，可以自由发挥啦，嘿嘿。发动是呀，这个什么？发动场地魔法卡，召唤怪兽。场地魔法卡的效果，再放到一张陷阱卡在场上，结束回合。魔法卡！哎呀，我的，好吧，跟你玩千刀，连锁。陷阱卡没有无效化的效果啊，是扯的。哇哦，这是什么？没看过的。哎呀，老玩家啦，只比较熟悉第一代的卡牌呀、第二代、第三代、第四代、第五代。全部都不是很懂啊，懂一点不懂一点啊。
召唤一只。特殊召唤，召唤，又是没看过的，我不管了，召唤看看的，先放出来再说。西山上上两只怪兽，这叫什么叫召唤？特殊召唤，前世啊，巴托鲁。看下还有什么可以做，好像没了，结束，看 end。世界吧，先送你一副全新的卡组哦，青眼白龙啊，新卡 Lingusianation 什么鬼啊，这些卡我真的是不熟悉啊，这是什么新玩法的卡组？哦，先看看，随便看。会用的话应该是很强的卡组吧？哈，可惜不熟悉，不敢乱碰。看看就好了。一回合可以使用一次。这张看过，这张很老的卡，这张没看过，没看过。哎哎哎，这是什么？速攻魔法。哇，好多没看过的卡，这是什么？特殊召唤怪兽，这就是这卡的王牌吧？呵。
眼白龙。Blue Eyes White Dragon， 火龙皮诺 Fast Dream。啊，这些比较熟悉的卡，熟悉的战术，熟悉的卡牌。我看我还是选这一个比较好。FGD。神龙卡，我叫他，我这个好像见过哎。Synchro of 什么 ？Of Unity， 哇哦，哦，这个好像是流星卡牌还是什么？流星卡组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哇。也不太熟悉啊，还是不要了，还是用回自己比较熟悉的卡组比较好哦。用熟悉的战术，熟悉的卡组，其他的等以后慢慢去研究，慢慢去练习。选择，哦，青眼白龙入手。Nice， 嘿嘿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